近日，有网友曝光出了易烊千玺在会考路上的照片。在照片中，他一身深色运动装，手里拿着考试用品，心情好像不错，还时而灿笑。随便抓拍的照片都帅气逼人，所以有网友感叹道：“随便一个路人拍都很好看。”还有同年龄的学生发文称：“很幸运，一直都可以与你做着同样的事。”网友粉丝们看到照片也纷纷留言道：“希望他发挥不错。”哇塞，笑出梨窝的小哥哥，好帅！